呢？江总，江总，您怎么过来了呀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哎呀，我登记单身福利的时候，那确实是单身嘛，谁知道这么快就脱单了？还有，其实我刚刚确实是有人做的，但是这次的单身福利盲盒实在是太诱人了。我还不如一个盲盒。当然啊，这个是国外设计师联名限量版，很难买的。Thank you.